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质量啊，16克的氧气含有多少个氧分子？好，我们看哦，这个氧它原子量是16嘛，所以它的分子量，哦，氧的分子量呢就是32，哦，就二乘以16嘛，等于呢32，所以它16克的氧的话呢，有几摩的氧分子啊？就是 N 是等于多少呢？16m 除以 m 零嘛，32，所以是0.5摩啦。哦，这个0.5摩，氧分子0.5摩。那0.5摩的话，有几个分子呢？就是这叫 N 啦，就是 N 乘以 n 零1摩的个数，哦，就氧化交叠常数啦。哦，0.5乘以6乘以10的23次方，所以这个是等于3乘以10的23次方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C，3乘以10的23次方。